PS5 独占游戏《瑞奇与叮当：时空跳转》要上 PC 了，2023年7月23号。这款游戏在 PS5 上独占了2年，从原价到降价，再到入二档库，现在上 PC。如果在电脑上玩，除了要付441块钱之外，还需要一个 PS5 手柄。索尼挺会做买卖，一份游戏卖2个钱。这款游戏的 PC 版支持超宽屏带鱼屏，支持大力水手3，支持高刷新率。其实这款游戏在 PS5 上也支持高刷新率，也支持光追。我用的是光追性能模式，效果很不错，很爽。现在 PS5 真独占游戏没剩几个了， GT 赛车7、战神5、地平线2等等。地平线2已经上二档会员了，看来距离上 PC 也没多远了。Someone call for backup. Your campaign of destruction, cruelty, and wanton snobbery is over. Ratchet!